看见我就会姨母笑，姨母笑，看你笑我也跟着笑，看你皱眉我也会跟着难过。我现在心情已经慢慢的，因为你们，我已经会尽量的去活泼，变得跟以前一样，因为我想为了你们做一些改变，对吗？好，有一些话想要对各位群众剧作人说。整个偶像练习生的节目一直到今天这里，已经到了60强，然后大家也看了很多不同的我的演出，然后可能也看我笑过，看我心情不好过，可能有低落的一阵，不过请各位放心，我会很努力的继续接下来的任务，然后看看这些，这些是你们对我的祝福，很谢谢你们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，我会更努力的去完成新的挑战，更努力的去展现出你们喜欢的我。真的非常谢谢你们，我祝你们再次祝你们新年快乐，新年过了，新年快乐。